金像奖是我第一次入围，能够在拿完金马奖的这个奖项之后，然后继续在金像奖也可以有提名，而且入围，然后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。我没有因为我得到金马奖的奖项，然后会特别有什么信心，但是我想做个艺人来说，一定有对自己有信心。我还是会觉得我很谢谢评审对我《杰西三岔口》里面的演出的一种肯定，对演技上面的一种肯定。然后我觉得能够在入围金像奖，也要评审的对我杰西的肯定，那我想这个也是已经很高兴的了。拿不拿到奖，我觉得是如果能够再拿，当然是锦上添花。还有，或者是对我来说也是，有更大的鼓励的作用，所以，现在心情都是很平静的吧，啊。